高迪真是能跑，很积极。高迪是很跑，很积极，很能跑，但是呢，碰上邱胜炯也是很有经验。空中跳起来，惯性眼看就要出禁区了，我们再看，摘这个球，眼看出禁区了，赶紧把球扔掉，然后让裁判示意高迪撞他犯规，看裁判怎么判，还是判他跳出禁区了。尤其注意到小将冯刚今天的四小任意球呢，都具有很高的质量。看他怎么找人，轻搓中路，哎呦，冒到身后呢，金东靖第一下没法打，反身再传，哎呦，大黑降智，哎呀，越位了，门前抢点够射，没判越位，85分钟有效，因为主裁判指向的是中圈开球的姿势，进球，得分有效。是谁进的呢？金东靖传的，对，大黑将之进，肯定不是金东靖进，反身金东靖的一个传中，因为他转身幅度很大。是，再看这球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祸根。今天只要是冯刚侧重的攻势，最终的威胁度都很大。转身传球，哎呦，感觉真的好，不越位。再看，就这个缝隙当中传进来，突然感觉到自己的队友呢是有可能有机会，是，其实呢也就是混乱之中先捅上这一下，